第一是中国的国印，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是中国地文化发展的精华时期。为了推广文化艺术，嘉义市湘潭文教基金会即日起展出地道地文物艺术展。21号更特别邀请到地下大师狄宗宪到场，讲解宋徽宗七汤地法以及历代地区地文化，吸引真侪喜爱地道的民众到场参加。中国茶的文化流传历史真悠久，蕴含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内涵。为着弘扬茶文化，嘉义市湘潭文教基金会对即日起在湘潭文化馆出版《地道茶文化艺术展》，透过多元面向，完整呈现中国茶的历史，佮有历代的茶具、乌艺作品含地道，让社会大众了解到茶含地气，佮有人文历史。有相当密切的意义。从以前的紫茶到那个唐朝的煎茶，啊，煎茶里面哦最高峰哦就是陆羽写了一个茶经，我们家称陆羽哦为茶圣、茶仙、哦茶人，哦陆羽哦写的茶经哈、哦，把中国的一个茶道里面的茶艺哦茶文路达到一个顶峰。那个第二高峰哦就是宋徽宗哦，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哦。哦，七当点茶法哦，哦是原汁原味。我们说徽物哦，宋徽宗的点茶法是一个华夏文物哦，一个精华。所以我们今天把陆羽还有那个宋徽宗哦都请出来哦，就是把那个茶文物哦先把这个文物哦，也是徽物我们一个品茶的方法哦，达到一个返璞归真哦，而且能够得到一个泡茶的一个真谛。为着深化展览的内容，现场特别邀请到地学大师狄宗宪进行专题讲座，以宋徽宗七汤地法和历代地区地文化作为主题，吸引真侪介意地道的民众特别到场参加。宋代的东西离我们很远，可是美学离我们永远不会太远。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宋代怎么吃茶。怎么样学习宋徽宗七汤的点茶法，你再也不会羡慕电视演的，你再也不会看到日本的抹茶真的很厉害。其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把这个茶道的美学发挥到极致。今天我在嘉义跟各位分享，把我这几十年的研究作为一个收藏家，作为一个茶道的爱好者，或者是对于美学的推广者，我都希望你能够join 在这样的千年美学里，一起共同尝一口宋徽宗的点茶，你会一生难忘。即日起在湘潭文化馆登场的地道地文化艺术展，展出包括对唐朝以来到即马的地历史，阁有阿里山地历史研究和文化推广。含历代地区乌艺作品、地道等等，透过多元化的面向，呈现地文化的艺术创作和情景展示，创造出视觉和听觉的享宴。最新新闻，就丁苏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哇，多给你一个，透过晚酒超市，它的通路在我们台龙花这家公司帮忙。所以整个可以跟日本的好朋友分享。台湾の嘉義県で作られたパイナップル三つ編みです。うん。確かにちょっと硬い部分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ウンジャンリアン知事と生産者のチンインディエンさんなどが訪れ、パイナップルを品。这样的凤梨有的两国的情谊，那这样的凤梨有两国之间。彼此互相关心的那种温暖，希望就要像两国之间的感情一样，可以长长久久。希望日本的好朋友大家会喜欢蜜柑味。耗子，这真正无重要。这对我来讲，这不要紧。哎呀，就算是演戏，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啊，唔挂绿灯呢。就算是车顶，也是要驾行人穿越设施哦。亲自爱驾车，这不要紧。过车路爱记的停、看、听。过车路，请走行人穿越设施。你我安全上要紧。
用水不浪费，滴滴皆珍贵。节水一小步，永续一大步。游水心头菜，大家来受罪，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一点一滴省，全民齐节水。节水 even me， 用水有效率。